比较一点八的鸡吧。嗯，还可以录到 4K， 只是 4K 容量太大，我不想要录。我要穿舌头，穿两个，前后各一个，突然加一个。两个会不会从中间断？啊，断掉就隔开就好了。哦，断掉就隔开。他们通常割舌头都是先打一个，然后照那个点去割这样。哦，我慢慢割，他们就跟连连我手术刀，跟连连看很像。穿了，黑熊森林，星期二晚上六点，就在 Discovery 频道。你把拿下都夹住，锁球就好了，装上去锁球。你可以动它了呀，动它没关系呀，去动。哦。像点滴滴。麻麻的。麻麻是夹子的关系呀。好长啊。啊。好长啊。坚强啊。还好。看镜子。就它没有突出很多。如果夹住的话，因为伤口会肿胀，你距离不够，你就头很大。哦，这样讲话还是正常。没啊，爆好多血。那个还好，穿到血管就更多了。它会自动愈合。那个等一下就没血，可以尿啊。可以尿没关系。那可以喝吗？可以。不会发炎吗？不会。那我要注意什么？注意不要它烂掉就。不会，我穿了长出问题的。他如果说这几天有点肿胀的话，你就家里面有冰块拿一颗出来喊就好，或是别的矿泉水喊两束，这样就可以拿冰块来喊吗？可以啊。你说话蛮好，不用抖啊抖的哈。卷起来看看，卷起来，你看这把穿到那个线的前面，你看镜子，就是要穿到那个线的前面，在后面的话可能不行。好好好，在后面的话，你讲就会咳咳这样。